到这个时候我们三个，这个大的带一个弟弟，对，没错没错，叫什么名字？我们叫虾条吧，啊。这名字听起来是很随意，很草率啊，很草率啊。我们想一个别的，哎，取个什么名呢？我们吃完了。什么叫宝宝呀？要不就这样吧，你看正好是一三五，他们那边是二四六，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就叫一三五吧，我们叫单数吧，单数组合，好好帅，党是单数兄弟，好。录新老片那天，我就光记得最深的就是齐海岛了。当时咱们是干嘛来着？啊，我记得他们问了好多那种好犀利的问题来着。这不行。啊，对对对对对，还有谁最不想要工作？对，好多好多。哇，我觉得当时你说，那我说吧，那天只是针对工作人员，这次咱们来没有工作人员，对，没有，咱们自己来评选一个，想和谁来评选？来吧，我先讲啊，我们先说不想和谁吃饭吧，就是咱们现在啊。对事不对人啊，如果有真实的例子就说出来，不要有那种什么啊，有包袱在或者不敢说什么之类的，现在直接就说了。OK， 那我先说，最不想被谁叫吃饭，最不想被谁叫吃饭，谁啊？为什么？因为我前一天晚上运动了之后很累，我就是肌肉很酸嘛，然后他就这样把我拉起来，然后就让我坐着，然后狗妹说龙哥吃饭，龙哥吃饭吃饭，快点，别待会儿饭凉了。阿姨还没做好，没有做完呢。没有，做完了。这不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有一个干饭魂，就是我可以理解是现在吃饭啊，我很饿，我要赶紧下去吃饭。但是我很饿，我要赶紧下去吃饭。最不想和谁吃饭是什么？最不想和谁一起吃饭？是像那种烤肉，还有那种吃火锅的时候，我都不想，我就想一个人吃，因为他那个太快了，煮好一盘，梆梆梆给夹满了。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咱们之前在广州吃的时候，那个丸子，有的人是一下夹不起来那个丸子，所以说在你抬头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万只筷子在锅里，筷子不，两千只。就很多筷子，所有的筷子都两个筷子都在夹，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赶紧夹的话，别人拿走就没有了。一头满案，不说看一两分钟，你看个十多二十秒就已经没了。不夸张。那龙龙有没有，就是最不想和谁一起吃饭？最不想和谁吃饭的话，我想想，其实怎么说呢？其实都还行吧，因为每次吃饭我也吃很多，然后出去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不饿就不去吃了。但是硬要说的话，你干嘛说自己这么勉强？你直接就说不想跟他说嘛。就是有没有问我谁的话？谁？哎，问谁？问谁？那我得说了，怪得罪人的。没别的，就是咱们几个说，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很顺眼，特别顺眼。我就他这样，他不这样，我才不顺眼。就是怎么说呢？你快说是谁？因为。亲戚吧，不是，就是他夹筷子，他手是小的这样的，是吧？小拇指是这样的，然后这样，我的话其实，确实这个时候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没关系，但是没关系，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啊。那你说，我讨厌和他们所有人一起吃饭。哇，真的，我就对事不对人。我好讨厌和他一起吃饭的人。哎，对事不对人，听我说，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有我在的时候，画面都是很和谐的，因为有我在的时候，吃饭不会太吵。还行，那我们来一起吃个饭吧。吃饭呢，像苏阳来个突然大叫，或者是狗狼这个时候开始跟着两人一起叫，那叫什么梗？狗狼模仿一个，他怎么叫的？哇！对，就是这种声音，就很奇怪。吃饭开始了，确实，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说了很久，从不想跟谁吃饭，到变漩涡。多久啊？放假休息的时候最不想和谁待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我和家我哥吧一个房间的，就觉得一天没事干的话，其实都没问题，没事儿。就我们两个，开个玩笑，对，我们两个经常开这样的玩笑。我说，家哥，我看到你了，你是猪。家哥说，哇，好笑，好笑吧？我懂了，就我
有需要。这样吧，咱们先导片也没什么问题可聊了，咱们就聊聊面试吧。听说有人哭了，哭得很凶。谁呀、啊？谁哭？没有，没哭。没人。没人哭啊？看那个视频谁哭了？好像是抱头，抱头痛哭。那谁哭了吧？谁？不是看个视频，不是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别闹，就是。好，你俩都哭了，那我们来说说南方姑娘吧。的中央住着一个，没有，这是有理由的呀。这是，哎，这是谁呀、啊？谁哭了？这谁的哎，你为什么讨厌那个地方？觉得他不够完美。就是我完全搞不懂的一点，我为什么不管什么风格的、什么音乐的舞蹈，我都会笑着跳。这个笑容是一直假笑，我就从小笑到大，但现在还好。哦，那我来说一下你吧。南方姑娘，我的话是因为看到太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不知道你唱的南方，然后想起我的家，然后我就哭了。虽然他俩哭的不是因为我，但是我看他哭我也很不解。就是大家可能看视频，可能以为是小雨和薰儿因为被狗狗的歌声感动了，但其实并没有。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说我也白哭了。就是虽然当时吧，没有那么控制不住。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对，有人看你溜鼻涕，我们是在眼睛，你是鼻涕。你不要喝他们的心啊，哥哥。我们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任务吗？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期的任务是什么。发行怎么说？发行怎么说 ？Release 就是发行。可以。拜拜。What's up, Gary? Hi, Shane. Hi, Gary. So we have something today to practice. Yes. Yeah. Our new self-composed. Our new self-composed song, Bittersweet. Bittersweet is a song with lyrics express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attention to those who are sad. Kind of like this, slow.Okay, flow. It's kind of a long sentence. So, we're going to try together January. January. We are boys, don't we? Yeah, just be confident, okay? Be confident in yourselves. Yes, you guys can do well. You will do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Gary. Yep, yeah. Good luck. Thank you. Bye. See you next time.Oh, hi, Gary. What's up? Hello again. Hi. Bye-bye. Bye-bye. Okay, bye-bye. Oh, hi. Bye-bye. Bye-bye. 3 days later. Keep it real. We are Boy Story. Our new self-composed song, Bittersweet,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27th. Bittersweet is a song with lyrics exp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attention to those who are sad. We hope you can feel some warmth when you listen to this song. And we also have our title song ID, which will be released on January 8th. We hope you are ready to listen to our new songs.